称霸昌江三十年，涉黑家族终覆灭。包括背后，那肯定有利益输送的人。经过手送给他的钱是1390万。人走了一步错，就不会跟他错，是不是？ 这个曹洪发办理所涉及的分社会性质的罪，这个罪名决定执行死刑。打散破网，让黑恶与腐败无处遁形。打散破网，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019年1月6日。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一场特殊的集中抓捕行动迅速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黄洪发在这起案件中被认定为海南昌江特大涉黑组织的黑老大，他操纵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共实施违法犯罪活动58起。 其中刑事犯罪53起，共造成2人死亡、3人重伤、13人轻伤、5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随着黄洪发以及近200人的团伙成员落网，这起海南建省以来涉案人数最多、牵扯范围最广、抓捕人数最多、受关注度最高的黄洪发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开始启动司法程序。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2019年4月23日，随着几声巨响，坐落在昌江县城中心的涉黑涉恶大型违法建筑揽金大厦轰然倒塌。这座违法建筑的主人正是黄洪发。30年来，黄洪发在昌江无法撼动的黑老大地位，也随之崩塌。随后，这起案件背后的涉黑腐败案件，也一一浮出水面。 就是敢闹、敢怒、不敢言，这个很难。你跟他的感觉，包括洪发这些人，所以我们来这里也懂洪黑他的晦气的笑的。感觉他们家就是哦，有能力、有钱，打死人都没事。整个县城让人觉得他们家就是一个就性狠的，那能力很大。你斗不过我们的这个黑的、红的的，恐怕是他的后山就杀我这个孩子，总共杀了7刀。 对很多受害者来说，黄洪发这个名字就像一个散不去的噩梦。多年来，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给当地群众带来了深深的恐惧感。我们找到受害人，更多的是一句话：等你抓了黄洪发，你再来找我。弹簧色变嘛，可以这么说。晚年就是长江新政府，晚上的话，就是黄洪发的天下了。 黄洪发家族涉黑犯罪组织，自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经历了产生、发展、壮大和公司化运作4个阶段，财产积累高达20多亿元。据查，黄洪发家族已开赌场起家，随后不断通过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树立非法权威，实施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逃避打击，为非作恶，称霸一方。时间竟然长达30年之久。他已经控制了当地的经济，用老百姓话说的，哪个行当赚钱，他是控制哪个行当。他让谁负责，哪一块，这个负责的人，就立马一夜暴富，就能吃香的喝辣的赚了盆满钵满的。昌江的年轻人也跟着黄洪发干为荣的，一到哪里说我就是洪发的，哎，那对方的那个。 都得给面子，整个昌江呢，他就那个社会，他就成了这么扭曲的社会，在当地的肯定是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他才能够在当地盘踞了这么多年。
2019年1月23日，海南省纪委监委统筹三亚市、昌江县纪委监委等部门成立专案组，同步上岸，对黄宏发黑恶势力以及背后的腐败问题和保护伞同时展开调查。尽管抓了100多人，还是不敢说，因为保护伞也在，潜逃的团伙成员也在，所以整个这个那个对老百姓的这种思想上的影响，那个还是在的，所以就要求我们纪委监委要同步上岸。张思峰是专案组的负责人，他说早在几年前就听说过黄宏发。我2016年去昌江出差，我路过一个昌江县纪委的同志，这个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在路上走，就走过几个那个卖电动车的那个店铺，那位同志就跟我说这都是黄宏发的黑社会，这店都是他控制的，你不能从外面买，其他四县买的话你都进不了这个长江这一块，也办不了牌。我说黄宏发的黑社会为什么没有人来查呀？他说查过，但是呢都查不实，所以一直就打不掉。这个这句话呢也在我心里埋下了一个种子。这件事深深触动了张思峰，为什么打不掉黄宏发这个涉黑团伙，也一直是他心中的一个疑团。直到3年后，他受上级委派，开始主持调查黄宏发黑恶势力背后的腐败问题和保护伞，这个编织30年的关系网才逐步被撕开。冥冥之中，哎，我2016年我知道了这个事儿，现在这个轮着扫黑除恶打保护伞，哎，轮到我来了。我说终于给我个机会，我到底要想看看他们到底是为什么当年就打不掉。由于案件重大，当时海南省纪委监委第12审查调查室10人全部上岸，并又从全省抽调30人，共组成40个人的专案组来开展工作。保护的背后那肯定有利益输送的问题，这是个权钱交易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先从腐败问题查起。调查就从黄宏发家族的赌场查起。据查，1991年，黄家老二黄宏金从广州带回来了跑马机等赌博设备，自此黄家就开始在昌江开设赌场。从那个二哥黄宏金引进这个赌博工具，跑马机啊，扑克牌机啊开始，慢慢越做越大，这样慢慢过来的。黄宏发共有兄弟5人，大哥黄宏儒曾任海口市秀英区委副书记，二哥黄宏金案发时已经死亡的三哥黄宏波曾在检察院工作，四哥黄宏明、黄宏发排行老5。在上世纪90年代初，除了大哥黄宏儒，其他四兄弟凭借其父亲黄应祥任昌江建委建安组组长的公职身份，在当地作风蛮横，逞强争霸，先后吞并了昌江地区多股恶势力，并做大城市。方方面面就是好多帮派的人都后面都跟住他家了吧。一统江湖就是后来，主要是他们家。那时候县里面给他们家独家搞赌场，以前是很多家搞的。江桂苏，海南昌江人。1995年3月，江桂苏的哥哥与黄宏发的二哥黄宏金因赌资问题产生矛盾，黄家为了垄断昌江的地下赌场，黄宏发派其手下将江桂苏砍成重伤。在昌江的一个茶艺馆砍了江家的江桂苏27刀。我脸颊这一块直接从眼睛，因为眼球那个液体都流了，眼睛到鼻子这个整个鼻梁骨是断的，包括我牙齿，这个牙齿的牙根，这个牙齿是黑的，死牙，那个牙根也断了，包括手上，包括这个手术那个，这个就是断裂的了，这整个是断的了，之后江家人离开昌江，自此黄家垄断了整个昌江的赌博生意。赌场这个竞争对手啊，把他赶出昌江。付出这样的代价的赶把他赶出昌江，还有谁敢去，跟他竞争呢？当时谁都知道，每任局长来都跟他们家好，然后谁敢跟他们说，冲撞啊，或者说有什么事情不敢的呢？到了2017年，黄家在昌江的赌场竟然达到了30家。黄发典当行，但是从外人来看，也只是觉得是个典当行，但实际上是黄宏发在昌江开设赌场最大的一个点。该赌场从1998年到2017年陆陆续续开了19年。
这里在2000年以前是昌江炼金厂的仓库，后经营不下去，被皇家租下来。2008年，黄宏发就把这里改造成赌场的一个据点。然后这个赌场每天人流量上百人，资金达上百万。从1991年到2017年，26年的时间里，黄家在昌江开设赌场，非法获利2亿余元。没有关系的，你没有关系啊，什么这赌场可能各方面的也是难开了下去，因为毕竟国安这一块还是要打击的嘛。然后到宏发他家里面就会去疏通这些关系啊，所以他家赌场就一直都陆陆续续，从90年代就陆陆续续都一直都开到现在嘛。所谓的说就是有保护，有人保护这样子嘛。谭琼华上世纪90年代加入黄家的组织，直接听命于黄宏发、黄宏明，长期任赌场总管。据他交代，为了躲避打击，寻求非法保护，2010年至2016年期间，谭琼华经黄宏发指使，前后多次给昌江县公安局原局长麦鸿章行贿1000多万元。经我手送给他的钱是1390万，但是我不是直接送给他，我是送给他中间还有两个人。全部都是现金，所以就开厂每个月就要给他40万了。从上往下打听，从公安局长、副局长、辖区派出所的所长、副所长、民警，反正是根据职务不同，那个数额也不一样，给的东西也不一样。但是呢。